咁我想問下你啦，因為我睇你個 Facebook 咧都話，有啲可能電視台啊唔夠膽講得太明嘅嘢啦，咁所以今晚我哋就可以喺呢度咧講得明啲咯，好嘛？我可以，係咯，咁個事主係點樣形容佢聽到啲咩聲咧？同你講嘅時候。咁我事主咧就同女朋友一齐住个劏房嘅，咁咧呢个事主咧本身嚟讲，佢做饮食嘅，咁后生仔嚟嘅，厨房，咁佢就后生仔，佢从来未见过呢啲污糟邋遢嘢嘅，咁但系咧，件事之后咧就成日听到。一听到啲咩声咧，就听到啲好古怪嘅声啦，即系 B B 就喊声。咁你知啦，你劏房里边你住啲咩人，佢大家都知啊嘛，系咪先啊？咁除咗嗰个 B B 死咗之后，就冇人喺度凑 B B 嘅。即系咧，冇咁同埋，其他 BB 喺度住，咁应该唔会有喊声啦，系咪？应该话，冇错。咁佢有阵时佢听到嘅时候咧，佢就走出去；有阵时拍下门啊，搵啲。隔篱邻舍问啊，咁咧就答都话冇，但系大家都听到嘅，好惨啊嘛！我见到佢哋话好似唔止一个出嚟讲话听到嘅，有几个都话听到怪声嘅。系啊，嗱，想搵我求助一个咧，就唔系严重啲噶啦，因为有啲严重咧就见到啊，见到小朋友唔系嘛？见到小朋友啊，见到半截小朋友啊。但系嗰个小朋友19个月嘅啫，照计都唔识点行嘅啫，系嘛？识唔识行就咧？应系该唔啦。识行嘅。唔识噶，嗱，佢见到半截小朋友喺出边躝啊，有佢一帮到啊，咁咧就佢就冇叫呢个咁严重嘅上嚟揾我嘅，即系佢知啦，即系佢惊控制唔到噶嘛啲情绪，咁同埋讲佢嗰个节目又唔可以话太过厉害噶嘛嗰啲鬼神嘢，咁佢就冇揾嗰个好严重嗰个揾我嘅，咁咧就揾咗呢个。我想问下先，成件事喺个电视度安排个。话见到灵体嘅朋友去揾你啊，定系嗰个听到怪声佢去揾你，然后 call 个电视台嚟咧？唔系啊，系电视台主动揾我嘅，帮手。哦，即系希望喺法科上面安慰到佢咁解啦，系咪？系啊，咁咧就个事主想叫电视台话啊，可唔可以介绍啲法科师傅帮佢？咁咧电视系啦，我就唔识个事主嘅。OK，好啦，佢嚟到嘅时候。你有冇觉得佢真系受到呢啲嘅困扰，定系心理作用呢？咁我听佢讲嗰啲嘢咧，又唔似精神有事，又唔似心理作用，佢正常人。咁啊，因为佢讲到唔系讲到夸张嘅啫，因为唔系佢见到，佢只不过听到，同埋有阵时闻到啲味咁解啫嘛。系咩味啊？会有啲咩味出现？有啲尸臭味啊！尸臭味添啊！系啊。嗱，咁咧，而电视台咧个访问咧就咗2晚嘅嘛，咁咧就佢分别咧就访问嗰啲劏房户嘅，咁咧有啲劏房户咧都话闻到嘅，就好尸臭味嘅，咁咧又有啲见到，有啲听到咁样嘅，咁佢访问我之前咧，佢又冇讲呢啲嘢嘅，咁我就话嗱，通常见鬼咧就会听到先啦，或者闻到先啦，或者系。搏到最后先见到嘅，你见到就系严重啲噶啦嘛。即系话有人真系见到个 B B 后躝下咁样嘅。系啦，咁就系好严重噶啦。咁好啦，咁个女主持咧就有问过我一个问题，就啊，师傅喂，个 B B 咁细，点解会咁猛嘅咧？咁我就解释佢听，咁我就嗱，我哋宗教观咧就话人咧，我哋就好多世轮回嘅，就唔止一世嘅。咁啊，你轮回投胎咧就带住前世嘅业力噶嘛，即系你做得好事多，做得坏事，咁我哋都有各有前科。咁有啲人咧，可能嚟讲佢前世做咗好多坏事，即系可能杀人放火啊，做咗好多坏事。咁有机会系判咗佢好多世咧少年妖噶嘛。嗱，判你好多世少年妖，咁你可能你系恶鬼嚟嘅，咁你次次投胎咧，可能十世八世咧，你都好似呢个 B B 女咁样，即系租房不，又或者。系嗰啲喂，俾人落仔啊，即系打咗胎嗰啲，咁啊，即系喂，啱啱投胎又俾人哋杀咗，咁都代表食到噶嘛？嗱，好啦，咁你本身恶鬼，咁如果你系有一个肉身凡胎咧，就压制住你咧，你就作唔到恶噶嘛？系嘛？你系一个胎嚟嘛？咁但系你如果俾人哋系杀咗啊，或者俾人打咗嘅时候咧，咁有一段时间咧，你离开咗个胎咧，你就可以作恶噶嘛？即系解禁啊！即系猛鬼出笼。
咁佢咪會猛咯，就唔關話喂 B B 啊唔會猛啊，而係好多細啊嘛，之前細俾人。咁佢就有咁解釋過嘅。咁咧，佢可能誒呢段咧，佢又冇出嘅。哦，因為呢啲即係牽涉到好多宗教觀或者嗰啲咁樣咧，又係咪？係，可能就太恐怖啊！平時啦，係係。咁我同個導演講話，喂，需唔需要嗱？即係呢個事主咁，我需唔需要誒 call 隻嘢出嚟問下咧？咁樣佢話啊，唔好啦，師傅你。咁我哋呢个时段就出唔到嘅，你唔系灵异节目啊？成件事系咪先？系啊，我你晓飞都冇用啊，师傅，即系我哋系咁意就得噶啦。嗯，我冇办法啦，咁啊就咁做咯。咁我想问一下，有冇叫你上佢屋企睇咧？或者个事主本身，喂，我真系惊我师傅电视台交代唔到咁多嘢啫，你可唔可以上嚟我屋企睇啊？佢冇叫你上去。哦，因为咧揾我嗰个事主咧就已经搬走咗噶啦。哦，吓、啊，搬走咗噶啦。是啦，他搬走了的啦，已经他跟他女朋友已经怕了就离开了的啦。哦，只不过是心理问题。离开了之后呢，他都仍然是觉得好像有些人缠着他啊，觉得他啰啰挛，又或者都听到 BB 仔声。我说不奇的，嗱，如果你真的见鬼呢，他有机会入了去你的潜意识的嘛。嗯。那你就算你短暂你搬开了呢，你在潜意识里面都有他的能量在那里。是。啊，那都不奇。所以我就系见到你都有少少大龙凤嘅，要帮佢冚一张嗰啲纸嘅，唔知系咩嚟嘅吓？龙衣嚟嘅，哦，龙衣系啦，写咗啲符嘅吓，写咗啲符啊咁嘅。我点解要冚龙衣咁大件事嘅？我咁啊冚龙衣即系等于披甲护身咁样啫。哦，啊，即系等啲污糟邋遢嘢唔会缠到佢咁样嘅披甲护身嘅。哦 ，OK， 咁我咧，我哋。即系嗱，如果好似有啲人啊，话呢轮成日撞鬼或者心水不宁，咁、我哋都可能会有啲符水都去饮啊。即系一般就水啊，搵化线泼啊，去啊搵啲香咧就熏下佢，咁大香烟渺渺，透天庭咁样去熏下佢。嗯，咁但系亦系有阵时有啲咧就披下符衣啊，或者系披下符表啊，咁都有。哦，呢、這个我少见啲，所以我就咦，点解要冚张唔知咩纸上去？咁我原来龙衣嚟嘅咁样啊。都有嘅，有阵时有啲符表都有嘅。咁我想问一下啦，你做会唔会再 follow 呢件事咧？佢真系上去呢一个单位其他嘅人屋企探访下，或者真系？系因为唔会噶啦，因为大多数嘅租户咧都搬走咗嘅。哦，已经真系搬走晒啦。系啦，大多数租户搬走咗，咁咧就个业俾你上映。个业主唔俾。梗系唔俾啦！你真系够而家通晒天，佢如果唔俾你哋上去做嘢嘅时候，边度有人再够胆住啊？系咪先够胆租啊？讲真，哦，即系你话法事啊、打斋嗰啲，系啊，法事打斋俾我哋嘅，好多打斋师傅可以做嘅。哦，咁啊，如果要做呢啲嘢，佢都未必一定要系喺传媒度面前做噶嘛。我就系知啊，如果佢而家唔喺传媒面前做嘅说话。边度有人够胆再去住啊？你谂下，全部走晒喎，仲有人够胆租？你梗系话俾人知，喂，我而家搵师傅上嚟啦，清晒啦，冇事噶啦，咁啊啲人咪够胆再去住咯。理论上系嘅，你可以试下联络下个业主咯。系咯，我而家就问紧，我而家睇下啦。系啦，嗱，业主，即系如果你而家系咪先啲人走晒啦，咁你点咧？就通晒啦，成单嘢咁大单，啱唔啱啊？系咯。咁啊系，佢依家直情佢系连诶。个床褥啊，个 B B 喺嗰度死，佢都唔换啊嘛，系喎，系就系咁讲喎，啊，咪咯，系啦，诶，真正啊，咁样，系咯，所以可能就系因为有呢啲唔换嘅嘢啊，嗰个 B B 或者嗰啲嘢，佢即系嗰样嘢咪 connect 到咯，可能个 B B 会记翻嗰个环境啊，所有嘢会唔会咁样？恐怖在线，翻去旧事嗰度。最近咧，喺恐怖在线收到一个女观众嘅求助，就话佢咧同朋友去行夜山，就系狮子山，咁突然间咧见到个草丛堆当中咧，用电筒照一照，发现有个绿色嘅嘢出现咗，咁之后咧竟然间咧争啲差错脚啦，就跌落悬崖。但佢后来补充翻，嗱呢一单嘢咧就促成我哋今次咧呢一集嘅翻去旧时嗰度啦。十九岁的他见到24岁阿哥严重发胀的尸体，即时崩溃。水警找了两个钟，就在海面，
发现右胸和左手臂都有纹身的阿哥。发生的事发地点就在油塘的天后庙附近。不如这样，我今天就来到这里请示一下天后娘娘，究竟这件事我们应不应该去插手去纹呢？剛才你都講了、上簽是不是真的好呢、嗯、我們應該是當它是真的好的、嗯、問題就是這個上簽的好對誰來說、啊、如果聽你這樣說它後面有說冤親債主這件事的話、嗯、我都還不覺得冤親債主是獵人、啊哦、你覺得是什麼？我覺得 獵人是另有其人，可能是真的人來的。而家咧就见翻当事人啦。咁十年前哥哥嘅遗体原来就喺出边揾到嘅。嗰阵时系凌晨噶啦，因为有人揾到我哥哥个书包就喺呢个位置。Exactly 就喺天后庙出边啊。系啦，天后庙出边。希望有啲指引好冇？唔使惊，诚心睇一睇天后娘娘有咩指引。好。点点到嗱，你点到我帮你点。慢慢嚟，慢慢。有冇晕？少少。嚟。喂，慢慢嚟，慢慢嚟。咁啊，我哋睇下支簽文有咩解構，亦都有法方師傅係願意試下幫手處理嘅。好，唔該。而家師傅嚟做一個法事啦，咁。係啦，冇錯。太陽靈啊，小功夫前萬無失。好，或者眾位師公法師嚇，係咁嚟，符靈法靈律法靈，打佢。準備拍劇。哦，佢嗰陣拍葉問就話，而家復活靈位喺邊？喺粉嶺或石嗰度。哇！呢度依然陰森。我想話真係高齡人士今次。啊！即係點解？哇！頭痛小隊，我喺個車頭先咧。哦、啊。搭十一咗啦，我準備落車，一落車一落車第一下。係。头痛喎、啊，你都头痛？我真系头痛，我平时系右边痛嘅，但我而家系左边痛咯。系，跟住而家都系未完嘅，即系成个气氛，我觉得系即系痛咯、啊，因为我系好少会有。唔系咯，你唔会讲呢啲嘅。喂，可唔可以睇下周围环境先？嗱，呢度真系劲、啊。我其实咧，呢边草地嘅啫，停车嘅啫。咁我哋系喺梅子林村出边啦。嗯。咁右边咧呢度有块牌嘅，但系呢块牌就唔係冇碑嚟嘅，純粹係話請乜停車啫。咁而我啱查到咧，就上個月咧就單兇殺案喺呢個村入邊嘅，其實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就係村口啦。咁如果你話後邊咧，其實好似新涼潭咁樣啦，你睇下嗱，四處咁樣嘅，附近沿途乜都冇嘅，全部都係叢林。係。係啦，我哋隔離嘅草堆入邊咧，應該係有個水塘，我哋唔知咩，因為入邊好多瀑布嘅水聲喺呢個位入邊。嗯。係啦。阿 Fiona， 咁你讲翻上次你个 friend 喺边度撞到啊？诶，佢因为咧成日咧好中意揸车影相噶，其实就系喺后面有一个条路嗰度咧，佢就拍咗架车喺度影相嘅啫。但佢咧就即系影啲比较性感啲嘅车照咁样啦。咁跟住之后冇耐咧，佢就系翻到屋企，开始就系成唔中意留喺屋企咯。嗯。跟住就又好似我咁嘅情况，就系搬走咗，跟住又系想自杀。佢直头系，因为佢好锡小朋友，佢直头连两个小朋友佢都唔屌。哦。系啊，咁又系个师傅觉得好奇怪，但系佢自己另外一个师傅嚟嘅，咁啊揾佢，咁啊同佢倾咗，又系叫佢啊，你唔好再提，唔好再讲，咁啊得噶啦，咁样。我想问，你话佢影一个好性感嘅车照，即系佢系而家呢啲咁嘅时间，即系可能系三点式咁喺度影啊，唔系嘛？系啊系啊系啊，凌晨咯。吓？系啊，因为呢头凌晨时间冇车啊嘛，方便啊嘛。即系佢自己嗜好系影呢啲相嘅，中意咁样嘅。系啊，佢会有其他啲女仔 friend 一齐咁样样帮佢影嘅。哦，但系三更半夜喺啲咁静嘅地方影呢啲相，喂，你真系好挑机下喎，又真系。其实系系噶系噶。前面那个位置啊？而家影紧多翻前去啊！好，哇！有些人有咁样的兴趣嘅，吓系啊！喂，俾我俾我系灵体啊！我见到有条女咁样，我都望啦，系咪啊？佢都唔长大咩啊？即系而家问翻佢嗰排发生咩事咧？诶，唔讲啊，系啊，即系系喺呢度咯，呢个范围。哦，就系咁样，系啦，喺呢度影咯，佢就会，我有啲寒。
喂，头先我见到好似有火柴人噶咯，已经。啊，有噶，有火柴人啊，长树都系，咁四处好多树都系嘅，但系唔知有冇疫情啊？呢边冇嘅啫，嗰边咁多嘅。头先嗰度好多喎、啊。头先嗰边好多啊，呢边啊暂时，但系你见啊，嗰啲灯柱都唔似，但系嗰边啲灯柱全部都系噶。系咯。而家有啦，可能佢挡灯柱啦，但系嗰边劲多。咁奇怪，嗰边黑咁多，佢都觉得系呢边咁光，佢做咩咧？有一个名。咁啊 ，Fion 有冇头痛啊？诶、欸，嗱有。我有啊，头先咪就系落车，跟住喺度倾偈嗰阵时候就话，我突然之间好头痛啊，咁样讲，跟住就到阿 A P 讲，佢话我都系啊。但我哋冇夹埋，因为我喺个车入边咧，佢喺出边，佢哋讲完之后，我一落车第一句就话，哇，好头痛，跟住佢就话，啊，你都系咁样。咦，咁啊 ，Billy 咧？冇事啊。Billy 冇事。OK， 零分走啊，去多啲又有啊。好啊，再睇翻前边啦，咁样。我哋行翻个位啦。我记得我有个 friend 咧，曾经同我讲过，佢都话系即系呢个梅子林啦。见啊，哇，咁多个嘅，多嘅吓，三个，远又有，近又有，系、哦。头先我认咗好耐都冇见啦、啊，几个一个村口，系啊，村口位，村口位喎、啊，你头先我先落车影咗几分钟都冇一个，系村口位，哇，三，佢好近啊！而家我哋面前有两三个，系喎、哦，诶，系咁个位，净系嗰个位。同埋首先我哋面前嗰啲头咧，有啲头系打侧嘅，即系佢唔系正面嚟嘅。嗯，即马路位嗰个位，佢都系当有头，或者咁多。头先我影咁多都冇嘅，系咁闪。有冇高龄人士见到我哋系咪面前真系有咧？其实我拉佢啲俾你睇。暂时未有，咦？阿、黄小姐唔知啊，黄小姐喺度啊，马拉黄小姐，睇下可唔可以回应一下咧？越嚟越多啦，系。系咯，马拉黄小姐，喂，咁行翻前边啦，不如行翻头先个位。嗱，我讲翻先，我记得我有个 friend 讲过俾我知，佢话有单嘢嘅，之前就系话有个的士司机，咁就车咗啲朋友翻村啊，咁样啦吓，咁跟住佢话咧，类似系咁讲啦。话点解夜妈妈见到咁多人喺度打牌嘅咧？咁样喺个村口唔知道有冇事多嘅？佢讲过好打牌，系啊。咁跟住咧，个的士司机就话：，呢度成日都有噶啦。打牌嗰啲唔系真系人嚟噶，祖先嚟嘅咁样。佢哋成日都出嚟打牌嘅咁样，讲过单咁嘅嘢俾我知。咁而家真系村口特别多，系啊。主要围绕村口同呢度为主，呢一二三呢啲位系。有人话唔得好头痛，黄小姐话前面有五个，有五个。听唔到，有叻嘅听唔到。黄小姐话前面有五个。喂，听唔到啊？五个，哇，咁样九头真系有五个，系祖先嚟嘅。唔知系咪黄小姐系咪祖先啊？可唔可以话俾佢知你有冇见到系咩样嘅？冇咪啲村民啊、祖先啊咁样啊 ？Hello， 咁不如试下倾下偈咯。好啊，好嘛、啊？我问下系咪有五个？少少咯，好啊，系啊，近少少。问下系咪有五个啊？有车嚟，我哋低调啲先，因为呢度村嚟，我低调。我哋扮车喺度碌下嘢先。因为有村民，我哋低调啲。其实可以上翻车都得嘅。唔系，一齐咯，系咯，摊后拍嘅。拍车系啊，咁我哋应该唔拍嘅。点啊点啊，而家咩事啊？因为而家有村民停车，咁我谂紧我哋可唔可以接问？因为我费事，咦你做咩啊？你可能掉头嘅啫，掉头啊，哦系嘛。我呢度系咪其实冇人会出入噶？呢啲时间正常冇噶啦，因为都村民嚟噶嘛，我哋都翻屋企嘅啫。系咯，因为我冇嘢，沿途冇嘢，沿途山路嚟。系系系。咁村民在后边，咁佢已经会落车啦，因为佢要翻屋企。O K， 唔系，我哋可以上车问嘅，最后都我哋架车隔篱啫。唔带嘅，佢会走过嚟，佢走唔走？佢啊，冇乜问题。好啊。Yeah.
相隔咗啲远啊。喂，行近啲我哋，我哋行翻去。呢啲递远少少要，递远少少，唔好太近。吓、啊？我听到唔知 high 定 way 啊，听到 way 啊，男人声嚟。系啊。Hello， 你好啊。你好嘛？你哋好啊。你哋系咪喺我哋面前啊？是啊，我听到喎、啊，你都听到咁似，你姓咩噶？你姓咩噶？潘啊，我听到佢姓潘。姓潘啊？我听到佢姓潘。唔系嘛？你哋有几多个朋友喺度啊？你哋有几多个人喺度啊？我重新一次就姓潘。你哋有几多个朋友喺度啊？五个。唔知咩个？唔知咩个？你 sorry， 你哋几多个话？你哋几多个人啊？吓，冇啦，睇完噶啦。是啊，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这么多。这个只是恐怖在线和往来八百的精华片段。如果你想看完全集节目的说话，现在很简单，一个月60元月费已经可以看到恐怖在线加上往来八百一个 combo 了。还有也可以上 mmpoint.com 加上我们 BigBlack 的手机 app， 同时两个平台都会看到的，那就不用看到到后不到快咯。同时也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还有按一个 long， 一有新片你就会知道了。